今天是一个对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日子，因为《原始点》的书终于写成，也出版《原始点医学》一书是从无到有，2006年第一次出版，内容着重在临床实际操作，并以一条脊椎及七处原始点为主。到2008年创立基金会后，着重在理论体系的建立，并以因缘果来阐明疾病由来及建构诊疗体系。这时期更动频繁，整个架构也因此烈具雏形。到2018年，参照《原始点医学示意图》，使每一章节得以依序展开。正庆幸此书已接近完成之际，却因一个失败案例，瞬间跌入谷底。经过不断思索，最终还是找到答案。也因如此，才能突破医学瓶颈，使乐园及案推更加完善。又经3到4年夜以继日的修改，因而能够建立起一个说到做到的崭新医学体系。而我要以毕生之力来完成此书的愿望，也终于可以提前实现了。值得一提的是，期间旧金山的案例让我搞清楚伤口流出的血液及组织液必须用浓姜汤清洗干净。在文字方面，则要感谢各位志工的帮忙。此书最大的特色是理论与临床可以做到事理如一。也就是临床遇到问题，可参考书本，因为答案就在里面。此书除了有简体版及繁体版外，基金会会在官网公布电子书，以后只要有最新资料，一定会在电子书加以修改，并公布给大家。请随时注意。而此书最大的目的，是使医学能走出医院，进入家庭，落实于生活中。也就是依照此书内容去操作，相信很多令中医及西医困扰的疑难杂症，都可以顺利获得解决，使民众能重新找回健康的自主权。